有没有没开始了我看我看对，你要做预报很准啊。想滑吗？还想去之后滑吗？还是你都累了不想滑了？没有，要维持自己的肌力，也就那几。而且之后比较让人感到安心，所以开始练肌肉。往肚子左边啊，肚子左边比较有前进的动力。
这趟就下山了。差不多吧。你觉得呢？是啊。那个人今天怎么很想打混的感觉？没力气了。好吧。我要睡，我今天重点是我要睡午觉，我怕晚上打瞌睡，不然一定打瞌睡的。那我们一起睡午觉。嗯。好。嗯、好吗？嗯。这样你还比较开心吗？嗯。啊？是。你怎样啦？今天你又哀哀叫。对对。昨天你也哀哀叫，今天也哀哀叫。真的，我要做饭，我做饭，怎么了？烫，怎么了？烫。那今天呢？啊？今天呢？嗯。脚还是在酸的状态，我也会酸啊，但是就撑一下啊，它就是一直酸啊，就撑一下，已经习惯撑一下啊。那你不会这次要走一出缆车下面吧？等下偷看一下，但是现在雾又变大了，感觉不大行。所以仙桃，嗯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什么？我们呢、啊？嗯，之前加速断了之后呢，就会走柱子右边那边回去。柱子右边，嗯，柱子右边。这个柱子，嗯，右边那条路。我说如果。缆车旁边下接这个绿线的时候，回去的加速、那個、就回不去啊。对，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条路。我说另外一条路会不会加速比较高？嗯，我觉得这种地面我的板子都不会动，真的不会动。睡几个小时，也不能睡太久啊，你逃过。
睡那么久？你醒来都没有觉得很醒不来吗？
邪魔だよ。因为我一直在他后面等，他就一直在那边。好深哦。你还要再滑、啊？我膝盖好，膝盖好痛。我刚沉下来的力气就拿来这样拐啊拐，拐到下面大家就没。你有看到我的有多慢吗？有啊。对啊，我你旁边平行前进好了，我在那边绕 S 直走。对啊，我直走啊。我不知道这里直走行不行、欸，可能也行哦、喔。我的板子刮痕太多、哦，应该不是，主要板子的长度跟办法问题。嗯，好吧，还是你要拍拍照，今天是比较漂亮哦。今天是这种有，哎、欸，这里也不白，不没有带了。上往下看才有一点。嗯，这样比较美。看不到。嗯。
你要走右边吗？
到了。哦，就是下就可以。有一点，叫你上来的意思就是有点速度超上来。膝盖痛痛，我刚有练，我也有练习单脚哎。不错吧？但我左脚这阵子比较撑不住。对啊，因为我会怕。秒数不一样。撑左脚呢？左脚平常是比较强的那一脚呢。对啊，你说左脚撑比较不久。因为就脚怕痛啊。好像有人是不是？有。那我们等一会儿再进去。
走走走走走热，我好热。